人类的学习方式有很多嘛，不一定非要看书啊，只要用心体会，所见所闻都是学习嘛。是哦，照你这么说，我每天刷公众号、短视频、逛贴吧、步行街，也是学习喽。对，对啊，作为手机，你用科技手段搜集人类的海量信息，还有谁能比你更懂 IT？ 啊，耶，我就知道。那我打游戏呢，也是学习？没错，你打游戏不氪金，四舍五入就是学理财了呀。人类叫你们招财猫，说明理财是你的种族天赋啊。一个 IT 精英，一个理财专家，原来我早就把你俩培养成才了。不愧是我。原来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学了这么多人类的知识啊。